交通部观光局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年成立满20年，登记以来伫五个县市、18乡镇积极推动中台湾的地方观光，特别选伫最近开播的地文化主题馆来庆祝三山处20周年。现场嘛表扬主持人关刚和英武志刚，一同来感谢大家为三山处的付出。祝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交通部观光局三山管理处伫清北溪地文化主题馆举办成立20年的庆祝仪式，由三山管理处代理处长邀请来宾，伫现场欣赏20周年的纪念影片，和大家做伙来感受20年以来三山管理处为中台湾观光的付出。这20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发展。那面对未来的20年，我们要做一个转型我们要结合我们在地的伙伴，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各级的政府一起来努力。在疫后，我们要带进更多的国内的观光客，来打造我们三山的品牌成为一个中台湾观光产业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要让更多的在地的产业能赚到钱，那来这里的游客都满意。我们三山加油，那我们中台湾的产业一起加油。除了庆祝成立20年的感动，现场也表扬主持人王刚和英武志刚。三山管理处分布伫5个县市和18个乡镇中，每一个风景区拢有因的形影。因处颁发奖项，感谢因为三山管理处的用心。真的很感谢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成立一个志工的团队，让我在这里呢，19年里面能够好好的来服务于大众，然后环境的优美，以及同事之间相处，以及跟客人互动，那就是让我会继续留在这边，愿意一直服务着这个地方。假如团队不是那么 OK， 人不是那么 OK， 我想我应该不会继续留在这边19年。所以三山是我的家，我爱三山。三山管理处代理处长曹中友表示，每个观光建设的规划和规划都很不简单，未来将继续发展中台湾的观光产业，努力为下一个20年打拼。记者陈明友差不多。